杠兄弟是不跳舞的。对啊对啊，差一个字，但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仿冒品，如果我们跳舞，整个人散掉怎么办？陈绮贞被控假面，真的尖叫了。五月天变放荡兄弟，阿信乐跳开花舞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。超犀利趴十二第二天，先前和钟成虎闹翻的陈绮贞火力满满现身，还自 Q 当时被爆料的尖叫梗。让我们来欢迎昨天的孩子，今天的玛莎。院长好。你好，你要加入吗？有什么资格限制吗？就是你要很会尖叫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你以为我为什么待在五月天？其实我们练团的时候，我都在尖叫。我想要弹这个很久了。我也想要摸那把琴很久了。唱赢了啦，过了啦！你是要听几次啊？我怕没有，大家没有背乐器出来，根本就认不出来谁是谁。哦，要不然来听一次，我们是五五六六，我们是比较类似放浪兄弟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是放飞兄弟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是差一个字，差一个字。哦，放荡兄弟。是的，放荡兄弟。泽东怎么样？哎，干嘛这样？放荡兄弟是不跳舞的。对啊对啊，差一个字，但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仿冒品，如果我们跳舞整个人散掉怎么办？话说前几天去看了 Eason 的演唱会，歌神就是歌神，是真的很了不起。他一连串一连下来，从头到尾30首歌一气呵成唱下来，中间完全都没有讲话，掌声鼓励。不是啊，我们这边拍手要听得到吗？不，有时候想说，那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哦，从头到尾唱30首歌，真的很厉害吗？我们从头到现在一首歌都还没唱过，你符合了一半。是，我们让你点半首歌。没问题，花。半首。下面一位，就说得了 cancer。但是还有一些忧郁症，但是我们家全家都还是要陪着我来台北来看你们的表演，听你们的歌，我的心里都很激动，然后就有信心，就有力量。还要为我爸爸点那个顽固。现在都是你幻想的未来。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到如今，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彼此一丝你吞下了